喂，千只上抛，我们在往上丢的过程会跑到最高点，跑到最高点了之后就是怎样？它就不能再往上走了嘛，这个时候就往下掉嘛。为什么它不能再往上走？因为它你会发现哦，一开始假设一开始速度是十，往上走，往上丢的过程，它速度会怎样？越来越慢，变成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，什么时候是零？最高点的时候，速度是等于零，所以在最高点速度是等于零，所以最高点速度等于零之后，它又开始往下掉，啊，就只不过方向相反，变成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又继续往下掉。好，所以如果如果我今天拿一个画一个正方形，把它折起来，你看哦，我把它折起来，如果我只告诉。如果你中间都没有看到，比如说它往上丢的过程你都没有看到，哎，当你看到它的时候，它这个时候是最高点。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最高点往下掉，可是最高点速度是多少？速度是等于零，那不就相当于就是自由落体吗？它其实跟自由落体是一样的，它从最高点怎么样做自由落体？自由落体就是初速度等于零。所以呢，当你走到最高点的时候，请你在那边写最高点的时候怎样？速度 v 等于零，这时候速度 v 等于零，这样可以吗？请你写一下最高点速度 v 等于零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前面的一半遮起来，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什么？自由落体。其实我可以把它后半部分从最高点到掉到地面这一个过程，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自由落体。所以千直上抛，其实你可以怎样？你可以说切一半，可以把它看成自由落体。OK，如果我们把千直上抛切一半。喂，切一半，切一半的话，你可以把它看成视为，就是看成就是我们写专业一点，视为自由落体 （free fall），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自由落体。切一半呢，我说的是切一半，前半段我们不要看的话，好，这是它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OK，这个很重要观念。一定要把观念搞清楚，因为观念搞清楚之后，你以后写题目的时候比较不会，怎么说，不会不知道你在写什么。好，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，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哦。好，第二个观念就是说，好，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一半，最高点的时候速度是零，把它中间切一半。如果今天我在这里的速度。一开始上去的速度，假设好，一开始上去的速度是多少？假设 v 零一开始上去的速度是十，好，它往上丢到最高点之后，它又会往下掉嘛？如果掉到同样高的地方，这个时候速度也会等于十，只不过它是往下，方向会不一样。如果我们往上为正。OK，往上是正的，那这里就是负的，这边就是负的 v 零，就是等于多少？负十，它们一定会大小一样，速度大小会一样，方向相反。OK，再来，或者是说你跑到最，假设说跑到这里，跑到这里，假设这里的速度，如果你知道这里的速度是多少，负五，哎，是五的话，速度是五的话，v 等于五。在这里一样高的地方，就会是多少？这个时候就可以看成是往下，这时候 v 等于负五，我也可以这样看。所以同样高度的时候，速度会怎么样？速度会相等，位移也会相等。甚至你可以把它怎样？你可以把，如果我这边我知道说，哎，跑到这么高的时候是五，我也可以把底下的遮起来，看作是哎，它从这么高的地方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我可以把底下遮起来，假装它从哪里开始，从 v 等于五这边开始往上走，然后跑到这里的时候是 v 负五往下。OK，所以同样高处，OK，没有错啦，观念这个部分会比较无聊，所以
为什么我建议你先去看影片，因为影片如果你看了一次，上课的时候你会比较清楚我在讲什么哈。所以同样高度怎样，速度相等。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速度相等哦。啊，我刚刚暂停录影耶，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，谢佩莹听不到，糟糕。没关系啦，他这么聪明。喂，所以赶快抄一下第一小题，等一下我再继续讲第二小题。好，现在哈，我们来看第二小题。所以我先把部分东西擦掉好了。OK， 太多东西的话很乱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哦。第二小题他说，请问小球的初速度多少？一开始速度多少？来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哪一个公式呢？你觉得？把这个擦掉哈。嗯，一样，我先把最高点了，最高点我就不要放笔了，最高点速度是零。好，请问我们先看一样，我们先看我要怎么去算最高点，用哪一个公式比较好？哎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初速度就是一开始出发的速度。那我要用哪一边呢？其实你稍微想哈，我已经有时间了，上去的时间是一秒，所以我有时间的我都可以用。OK， 其实我要用哪一个公式？用第一个公式也行，用第三个公式也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找初速度嘛，就是找速度的话，我用哪一个公式都可以，甚至我要用第一个公式都行了，因为我现在条件越来越多了。OK， 我们就当然是用什么？当然不要用平方的嘛，为什么？因为平方的很麻烦，等一下要算很麻烦。我们能尽量简单去计算，就尽量简单算。好，我们就用第一个公式，其实三个公式都行哦。我们用第一个 ，OK， 省去麻烦，我们用第一个、哦。来 ，v 等于 v 0 ，OK， 加 at， 来，哪一边是开始，哪一边是结束，你自己定都行 ，OK， 你要哪一边开始，哪一边结束都行。好。如果当然讲义上哈、哦，他是跟你说哪一边开始，这里是开始，这里是结束。为什么？开始的时候速度等于多少？速度等于零。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去算嘛，所以他这边 v 等于多少 ？v 就等于开始的时候速度是零，然后加速度是什么？负 g， 所以负十 ，OK， 负十，时间多少秒？从上面掉到底下花的时间是一秒，所以你就知道在底下的时候速度 v， 结束的时候速度 v 是多少？速度负十，因为 v 就等于负十嘛。好，既然下去在最底下的时候速度是负十，那上去出速度，从地面往上丢的时候速度也会跟它一样大，只不过方向相反，所以往上丢的时候速度是十，这样可以吗？就结束了。OK， 下去是负十的，如果在这里速度是负十，往上丢的时候速度就跟它相反。OK， 就是正十。或者我也可以怎么样？我也可以哈、哦，用蓝色笔来写哈、哦。我也可以这边是开始，底下是开始，上面是结束。所以你要先定好从哪里出发，从哪里结束。所以如果我是用蓝色的来算的话，那v 等于 v 0加 at， 再写一遍嘛。然后后来的速度就是跑到最高的时候，最高的时候速度是怎样？速度是零，那 v 0就是一开始的嘛，所以这个时候 v 0好一样减上十 t， 所以负十 t， 那时间是多少 ？t 是时间嘛，时间是一，哎，时间是一，所以V 0还是一样 ，OK， 等于多少？等于十 ，OK。那这个时候你算到的就是怎样？一开始的速度，你算到的就是一开始的速度等于十 ，OK。看你喜欢用哪一个方法，所以答案初速度等于多少？初速等于十。好，最后了，请问小球在空中可以维持多少秒 ？OK， 这个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它上去花多少秒？一秒。下来也是花一秒，所以在空中总共多少秒？总共两秒，这样可以吗？上去一秒，下来一秒，所以总共两秒，所以这题送分的啦。OK， 最后一题是送分的，对，上去一秒，下来一秒，总共两秒。
好，这样 OK 吗？这一题小试身手，就是算是简单的嘛。OK，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就好。OK， 我怕讲下去你们会想睡觉。会简单吗？到目前为止，乔西会觉得简单吗？还可以。可以。好，所以第一题就这样咯。OK， 你去看影片的话也是三分钟而已。所以来，最后我交代今天的作业就好了。OK， 第十二页哈，第十二页上面的观念，你如果有空的话，我是说如果你有空啊，作业也写完了。OK， 闲闲没事情做，那觉得物理很重要，你想要把它学好的话，来。上面的这八分钟跟这五分钟的影片去看一看 ，OK？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，把它的观念看清楚 ，OK？ 然后呢，当然上面的你可以，如果你已经懂了，那你就速度调快一点哦。你们知道 YouTube 速度可以调快的哦 ，OK？ 调快一点去把它看完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说，哎，我直接看底下的题目也可以来，所以今天的作业就是这样，把第二题。第三题还有第四题都看完吧 ，OK？ 你看你能看多少就看多少。如果你看了第一题、第二题，你觉得哦不行，我第二题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，OK？ 那就看到第二题就好 ，OK？ 讲错了，这边是例题二、例题三，第一题我已经讲完了 ，OK？ 把例题二、例题三看完。好，如果你觉得哎，例题二、例题三，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哎。还是蛮简单的，哎，没有什么挑战性。好，继续把第四题看完，第五题看完都行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次哈，这个讲义，这是第一章的讲义，我们只讲到，我上次讲过，我们只讲到第五题，第十三页、第十四页第五题，然后第十四页的这个一至六相对运动，我们不考。OK， 等到高二。你们比较厉害了，我们再回头来讲第十四页、第十五页也是一样哦，我们都不考。所以第一章讲义，我现在请你画叉叉哦 ，OK？ 第十四页的底下这个相对运动这一边，请你画叉叉 ，OK？ 不用太大的叉了，小小的叉就好了。这边我们就不考了 ，OK？ 这一次不考，以后会考哦。然后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第十五页。第十五页整页我们也都不考了，所以我也不会讲 ，OK？ 所以讲完第十四页的第五题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到第二章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从第一页到第十四页这边，我们有写的部分你都不能忘记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你会继续用到下学期，还有高二，你都还会继续上，都还会继续用，所以你不能忘记这些东西都不能忘记。OK， 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今天的作业就是把例题二、第十四页的、第十三页的例题二、例题三、例题四看一遍。OK， 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见。